西方人最喜欢的圣诞节来临，而在这个冬天，卡米拉也喜气洋洋地穿上一身漂亮的蓝色大方格拼接大衣，搭配上黑色的长靴子。七十三岁的年纪，精神十足。有一句话叫做“红气养人”，卡米拉早年被不少人嫌弃，说她的脸看起来尖酸刻薄，宛如一个巫婆。现在她容光焕发了不少，穿一身圣诞蓝，金发梳成温润模样，略微显得高贵优雅。 当然，现在的卡米拉有幸福的一面，但是在幸福背后还是有一些乌云，只是被这个爱炫耀的女人用某种方式掩盖了起来而已。一九九六年，戴安娜与查尔斯终于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婚姻。人们对戴安娜有多同情，对卡米拉就有多愤恨，而且在深扒她家人，得知她祖上曾经也有一位女性至亲当过爱德华七世的情妇时。 人们对他家祖传情妇的功法更是深恶痛绝。当卡米拉得意洋洋的要进入王室的时候，他得到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来了。戴安娜的头衔没有被剥夺，所以卡米拉只能是成为英王伴妃殿下，永远当不上王后，无法享受王后的尊荣。对于虚荣的卡米拉来说，这已经是重重的一击。 毕竟，他当年为了证明自己的颜值，朝众多八卦小报散布假消息，说自己年轻时是因为漂亮才被查尔斯看中的。查尔斯名义上还兼任英国圣公会的总裁，圣公会要求查尔斯的妻子在宗教方面必须信仰天主教，而且必须是处子之身。像卡米拉这样的二婚妇女，对于圣公会来说根本得不到承认，不具备成为威尔士亲王王妃的资格。 哪怕他们还是通过在法条上抠字眼的方式抠了字眼，把婚姻当成特例来处理了，但是一波三折步入婚姻里面的他，还是遭遇了不少的波折。卡米拉被人取了一个不好的称呼，叫做罗特维尔犬，他被重重阻挠，难以步入婚姻的殿堂，甚至还有人说，像卡米拉这样的人道德败坏，干脆以后直接跳过她的丈夫查尔斯，让威廉王子当国王吧。 据传，威廉王子还曾经被查尔斯利用，被动的接受了卡米拉。当时，威廉王子想跟卡米拉见上一面，只是想看看这个导致自己的母亲在悲伤中死去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结果，查尔斯通知新闻媒体说威廉已经接受了卡米拉，令他哭笑不得。而在威廉的夫人凯特风光大驾进入王室后，卡米拉也屡次传出与凯特不睦的消息。 想来，他讨厌凯特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谁会喜欢一个抢了自己风头的女人呢？自从凯特进入王室之后，英国民众们就自动跳过卡米拉，俨然把凯特当成了未来英国的第一夫人了。外人看到查尔斯和卡米拉现在的恩爱，看到他们现在一起养了狗，开开心心出席各个活动，却不知他们之间也闹过离婚大戏。 在二零一四年时，有消息传出，查尔斯不满于卡米拉太喜欢喝酒了，不能做一个合格的王室夫人，打算跟他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卡米拉秉持了自己一贯的泼辣性格，她可不像是戴安娜这样好拿捏，自始至终都为王室着想。她有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对方不能带给她爱情，那么必须带给她钱，张口就要了两亿元的英镑当分手费。 用九年婚姻时光换两亿元分手费，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总之，伊丽莎白女王觉得不划算。她听到这一笔数目之后，怒不可遏，认为他是得寸进尺，头也不抬的说：“一个便士都不愿意给他。”但是这些消息似乎只是传言，因为一直没有得到证据。后来又有一家海外媒体继续言之凿凿的说起了这件事情，还说卡米拉和查尔斯两人婚姻已经结束了。 但是王室又辟谣了。两人这次辟谣之后，离婚的传言就开始逐渐平息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猜测说，可能他们现在已经是表面夫妻。当表面夫妻很累，也必须尽力演戏。卡米拉倾情配合查尔斯出演，不知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权。当然，对于卡米拉而言，现在的她就算还在王室，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日薄西山了。 甚至在公开场合还会被凯特抢占 C 位。在今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活动上，凯特、卡米拉和索菲三位对英国至关重要的女人都出席了活动。在活动现场，大家会发现耐人寻味的一幕：卡米拉完全沦为活动的陪衬，凯特站在中心，她本身又具备身高优势，衬托得她的后婆婆像个小矮人。黑色的羽毛圆形礼帽显然不能遮丑。 让卡米拉的一半脸都隐藏在阴影里，把她的表情衬托得更加耐人寻味。女王因背部疼痛没能出席活动，C 位就成了孙媳凯特的，这其中意味不言自明了。这次活动就像是一个耳光，清醒的打在了卡米拉的脸上。戴安娜如果还活着的话，她看到这一幕以后会作何感想？是觉得大仇得报非常开心，还是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 笑一笑就不再介怀呢？无论是哪一种想法，说来卡米拉和戴安娜之间这么多年的爱恨夙愿，也应该随着这时间的流转而消散了。说到底，卡米拉赢了一时，却笑不到最后。她在王室的晚年生活不如她想象的那么美好，婆婆不喜，姑子不屑，连儿媳都比她地位高，更不用说逝去的戴安娜，她才是人们心中永远的威尔士王妃。卡米拉还是输了。 接下来是真自带流量。凯特王妃成为英国皇室成员中 INS 话题最多女性。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英国媒体《每日快报》报道，英国王室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关注度的，不少人都对于皇室成员的生活很关注。而要说到英国皇室最受关注的人物，凯特王妃一定会榜上有名的。凯特王妃也一直很重视自己的形象。 频繁地出现在很多公益活动中。在最近的一项统计中，凯特王妃的 Ins 话题数目引人注目。在所有皇室成员中，凯特王妃的话题标签数是最多的。在 Ins 的话题标签数量上，它超过了梅根、尤金妮公主、比阿特丽斯公主以及已故的戴安娜王妃。据统计，和威廉王子、凯特王妃有关的 Ins 话题标签一共是二百二十万。 而凯特王妃一人的 ins 话题标签就占据了一大半。凯特王妃一共有一百三十万 ins 话题标签，这是个很让人啧舌的成绩。这样的成绩也让凯特王妃击败了所有的皇室女性成员，成为了最有话题的皇室女性。Instagram 已经成为了皇室好好宣传自己的一个重要社交平台，不少皇室粉丝也通过 ins 来和皇室成员互动。 这也拉近了普通人和皇室成员之间的距离。当初梅根和哈利退出皇室时，注册的 Instagram 账号已经有了一千万粉丝。不过很遗憾的是，两人的这个账号现在处于不太活跃的状态。尤金妮公主的 Instagram 账号也有一百五十万粉丝，而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 Instagram 账号现在拥有一千三百二十万粉丝，这可以说是个相当惊人的数据。 夫妻两人也很喜欢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消息。最近临近圣诞节，他们也发了很多和圣诞节有关的内容。而现在，在他们的 ins 上还可以看到他们目前在约旦的动态。